们是 Kimelimoto， 我是 Echo EKO， 我是优太，我是高高。好的，当。那这边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名。我们团名 Hime Liborto 的部分， Hime 在日文当中是指公主，然后写法的话就是鸡，一个女在一个城的那个鸡，虞姬的鸡。那 Liborto 的部分是取自英文的 revolt， R-E-V-O-L-T， 然后它是反叛的意思，所以合在一起是反叛公主。对的，然后刚刚表演的第一首歌它叫做鸭，然后写法是照过来的 R。 这首歌是有声漫画然后岩铁花的主题曲，这部漫画是国产漫画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岩铁花。那因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嘛，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们应该很明显看出来就是一个很黑暗的团体吧。刚刚有人被我们的吼腔给吓到吗？小朋友有哭了吗？小朋友还好吗？你有吓到？你很勇敢，对，你太棒了。对，未来你一定是一个也很棒的公主，好不好？那很谢谢这次主办可以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次的五 G 的动漫日，因为我们前面都是好可爱的偶像哦，所以我们有点紧张，没办法带给大家那个可爱可爱的感觉。对，但我们是这种风格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两首，连续带来两首歌曲哦。然后其中一首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动漫歌，有人看动漫吗？哦哦，小朋友都有看哦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这个呢是白色头发的男主角，那大家可以猜一下。那我们就带来下一首歌。
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演出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来宣传一下我们的粉专，如果在 FB 或 IG 查询 HIMEREVOLT 就可以找到我们 Hime Remote，然后我们上面有很多关于活动的消息，也有我们个人团员的账号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追起来哦。好的，那我就来宣传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活动。我们下一场活动呢是1月27在台北，然后是购票指名的。然后在12月5日是我们 Hime Remodel 的2.5周年，当天还会再发表新的原创。如果大家今天听了喜欢我们的歌的话，可以多多关注 Hime Remodel 2.5周年哦。我们是 Hime Remodel， 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这些可爱又霸气的反叛公主们。